近有看到仁波切，仁波切来，然后就是大家就是信众都拿着那个围巾，然后就站在大门口那个走道，就是这样围巾挎着。我想说他在等干嘛这样，然后是叫哈达，知道？嗯，对啊，那叫哈达，就是像围巾、丝巾这样子。嗯、然后仁波切进场，就比如入门，就给他挂在身上，对对对，挂在脖子上。对啊。不知道，本来就是只排到我们在礼堂的里面嘛，啊，就是本来工人也是排到。那类似像供养的那种感觉、啊。对啊，等于他给你加持这样子。嗯、那个丝巾，所以那个丝巾应该是要买，还是可以自己带自己的丝巾、嗯？还是买毛巾算了。毛巾也够长，因为要挂着这样，有没有？不可能用毛巾的、啊，用陆军的那种白色毛巾算了，好不好？要买他们的那个。当然啦，那就是供养，就是你要花那个钱，那搞不好一条这个10000块啊什么的啊。看的应该是蚕丝还是真丝？管什么丝、啊？然后明天我要排队，但我不买，我就谈、我可以握手就好。哦。对对对对，握手。对啊，长见识。明天我得要去供养一下，贡献一下，2000块。辣的男人要开始唱歌，好辣哦！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？也不过是分手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，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有一个人要先走。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，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。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，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。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。